If you like this video, please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 and turn on the notification bell. Thank you!救恐龙世界！难道这就是轮回水晶的力量？完了完了！我们快向索罗斯大人求救吧！走开！追逃兽，发射追踪火箭！ 追头兽，快去拿水晶吧！怎么会这样啊？ 火箭轰炸！ 勇敢的斗士，感谢你们拯救了恐龙。怎么又是这个声音？到底是谁呀？你们已经拿到了爆炎水晶，接下来快去集齐剩下的五颗水晶，拯救所有的恐龙吧！可是现在已经没有恐龙要拯救了呀！龙神，你快带我们回家吧，这里太恐怖了！哎，事情。 没有那么简单。虽然我化身成了六颗龙魂水晶，守护这个世界的安宁，但魔甲族那群外星侵略者，他们觊觎水晶的力量，四处奴役恐龙，搜刮水晶。一旦龙魂水晶被他们全部拿走， 暴龙世界将会彻底毁灭，所以我才要把你们从未来召唤过来打败魔甲族。他们只是众多受害者中的少数，还有更多恐龙等着你去解救。叽叽叽叽叽叽！我不会让你们再受伤的，暴龙龙，我们留下来一起去打败魔甲族。但魔甲族非常强大，你们需要找到龙魂水晶才有力量
跟他们对抗。那我们怎样才能找到龙魂水晶啊？有异象的地方就有龙魂水晶。已经走了这么久了，根本没见到什么异象。不行了，好饿呀！该不会还没找到龙魂水晶，我就饿死了吧？啊！汉堡包，我最爱吃汉堡包了。居然是石头。霸王龙，你去哪儿了？奇怪，刚刚还在这儿呢。这家伙肯定是躲了起来，想要吓唬我。
找到了。嘿，哥，霸王龙，别跑！就凭你想捉弄我，没门！哥，第五集，霸王龙妈妈。海哥大人，我们一定会把水晶带回来的。再找不到其他水晶的位置，你们的下场也一样。我再给你们一只更强的变异兽，要拿不到水晶，我饶不了你们。火焰巨齿兽。还发什么呆？还不快去！是。呱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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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呱。耶，霸王龙，你的铠甲怎么变了个样？哥，你别又用火喷我！这次居然不喷火，看来你也知道错了。先来吃点东西吧。胡萝卜是难吃，但你多少吃点吧。哥。哥，这么难吃的东西，你竟然全都吃完了？哥，什么？你还想要？可是我好累啊，先让我歇歇吧。霸王龙，我好热呀，你能帮我扇扇风吗？霸王龙，你怎么突然对我这么好啊？你没事吧？你这么乖，我好不习惯哦。你还是变回来吧。哥。喂，你又要去哪儿？总算让我找到了，就抓这只霸王龙去帮我们挖水晶吧。哇哇哇哇哇！还有一只小霸王龙，把它也一起捉住。霸王龙果然厉害，看来要捉住还不容易呢。
火焰巨齿兽，出来吧！小子，又是你！这次你不会那么幸运了。火焰巨齿兽，给我上！只要有我在，你们就别想伤害这些恐龙。霸王龙，飞火列车，形态转换！手巨齿兽，这怪兽好厉害，看来得使用合体形态才行。霸王龙，爆炎合体！继续赶路了，酷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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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霸王龙，你是舍不得他们吗？但像龙神说，我们只有集齐龙魂水晶，赶走魔甲族，才能让他们安稳的生活。哭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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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第六集，翻起大风的翼龙。寻常了，我们得赶紧离开这里。处理伤口吧。等下药物生效，你就不会疼了。这么快就恢复精力，真是太好了。到你了，走去帮我们挖水晶。等等，得先让他听话。你是逃不掉的，乖乖被抓吧。爸爸，哎呦，三角龙做得非常好。你是谁？这才是我要问的，你们是什么人？嘿嘿，我们就是最帅、最强、最聪明的水晶收集者，提里。哎呀，哎呀，无论如何，我不许你们捕捉恐龙。哼，你有这个本事吗？巨骨兽，给我把他的恐龙抢过来。Thank you.
干得漂亮！巨国兽，去抓住那只恐龙！三角龙，快走！爸爸，古魔翼龙，我们走。龙神说过，有龙魂水晶的地方就会有异象出现。异象在哪儿啊？霸王龙！哇！那边有动静，我们快去看看。哇！找到了！看你们还往哪儿跑！巨孤兽，赶快把他们抓起来！救命啊！新奇，罗拉，你来的正好，快帮帮我吧！巨孤兽，你还不给我站起来！又是那家伙！新奇，小心，这只怪兽很厉害。不用怕，交给我们吧，霸王龙，爆炎合体！都被废气包围了，连方向都搞不清，还怎么反击呢？古魔翼龙，这里很危险，快走！古魔翼龙，你要做什么？危险呢！替我们制造了机会，霸王龙，冲上去！好强大的力量！有你，以后要记得要好好保护自己啊！再见。新奇，这片森林到底是什么地方啊？为什么会有这些奇怪的人和怪物？其实是这样的，这就是他们在找的龙魂水晶。龙神说，
龙魂水晶是守护住这个世界的物品，把它收集齐并赶跑魔甲族，我们就能回家了。原来是这样啊。三角龙，呼啊呼啊，爸爸，为了保护这里的恐龙，我们也跟新奇一起去找龙魂水晶吧。爸爸，下集预告，新奇和罗拉为了找到龙魂水晶来到了雷鸣之地，却不料叽里咕噜已经抢先一步，奴役包头龙承受着雷击去拿水晶，新奇罗拉决定先设法救出包头龙。然而眼见另一边叽里咕噜就要拿到水晶了，罗拉和新奇该怎么办？请看下集奔雷水晶。If you like this video, please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 and turn on the notification bell. Thank you!